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80集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一款叫做节日科波文，虽然它写是节日啊，并没有说是圣诞节，可是它的配色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它就是 for Christmas 的一款特殊的配色。它的博派标志上面有一个类似圣诞老公公的帽子，这里又是一个雪人，然后雪花纷飞的形象。仿佛就是这个 OP 啊，载了满满的礼物要到你家送给你一样啊，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包装盒。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进气口这里有一个 Volvo 的车商的 Mark 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授权了。那么上方的话呢更有意思，它这里有一个啊，就附带了一个小小的空间，这里可以写说你知道送给谁啊，来自于谁的礼物，对不对？比方说迪丽热巴送东西给胡服骑射，那就可以写啊 to 胡服骑射，然后弗朗迪丽热巴，这样对不对？好吧，那后方的话呢，算了，梦里面什么都有啊，大家早点睡吧啊。那后方是更多玩具的信息，那这里这个地台的话，就是跟货柜啊是一起啊就展开变成这个形象，可以说是地球崛起的那一款的一个模具吧，应该是。那它的车头比较有意思啊，基本上呢。可以说组合了很多的模具而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新模了啊。大家就不要在那边就猜说，哎，又是什么的改色什么。其实这一款诚意度来说呢是非常足够的啊，直接就展在前面。这一款产品的话呢，我个人是十分推荐的。全部的内容物呢，它是以车辆形态作为包装。但是我们节目都是以机器人形象做开场嘛，所以这一期的话呢，我一样先把它变成机器人了。那拿到这款白色的货柜呢，第一个大家都会很担心的，究竟有没有色差的问题？如果你展开来看，内部的确是有色差的，中间这一片是有一点点的米白，跟两侧上方、下方的纯白确实是有一点不太一样。那如果说呢，你把它盖起来之后呢，放到这个车子里头啊。这样来看是整个是纯白了啊，所以说那一块这个部件是等于是底盘的部分啊，是有一点米白。究竟时间久了会不会变黄，这个我不知道啊，就没有办法给各位做一个保证。这里有一个支架啊，这个支架立起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单独将货柜放置。那这一块部件的话呢，应该是这款模具特别多出来的啊。这块模具主要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你原本的。货车货柜可以用这个去组合车尾巴，但是如果你从这个地方去组合车尾巴的话呢，车身跟货柜中间距离太远，所以它多了一块黑色部件。那这样一来的话呢，车头尾巴呢就可以卡到内侧一点啊，到时候变成车辆之后，各位就体验到这一块零件的一个用心良苦了。然后这是一个戴着圣诞老人帽的博派标志。那内部的细节，各位就看一下，应该跟《地球崛起》那一款应该是一样。上方的这些插孔啊，也是可以安插武器的。那有一个维修台，维修台整个是纯白的啊，这个就比较可惜了啊，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分件，细节也是满满。好，各位知道就行了。站立进去的话呢，是刚刚好了啊，刚刚好。那它的一个这个地方缺了一块，这一块呢就是可以变成盾牌。但是它的手部的插孔呢，因为不是在侧边，而是在下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姑且就不当它有盾牌好了，我们还是把它给安置回去。那来看一下它的，首先是武器吧，这个是糖果枪嘛，这个像是一个所谓的拐杖的那种造型的糖果吧，还是饼干之类的，像圈圈状的，这个发射出来是不是魔幻光沙炮啊？首先它的头雕是一个新的头雕。过去应该没有这款 OP，那我有一点，这个面罩上白色的口罩上有一个绿色的小点点，啊，这个是可能是我个人的状况吧。这种纯白的部件上，你要纯白无瑕，那真的就是中奖了啊。那这个正常发挥吧。后方有绿色的透明部件，可想而知，眼睛应该是会发出绿光啊，但是透光性可能感觉不是说很优秀，反倒是胸口这个绿色非常的明显。那如果你要看它的领导模块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地方拉开来。那这个领导模块呢是塑胶的啊，我就不特别抠出来了啊。这个我的这个啊，算了，嘴巴说不要，身体还是很诚实的把它给抠出来了啊。毕竟手指可以伸进去的地方，谁不想试试看呢？那这里的话还有一些细节，那可以看得到，这样反射出来，还是挺有诚意的啊，感觉有点喜欢。那它的一个腹部的话，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你可能会看到一些照片啊，我变形没有到位啊，这个变形的时候我可能。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照片，我是翻这样啊，其实它应该收进来，变成腹部的造型。那这两片部件翻出去呢，是要弥补车辆车头后方的时候所使用的，轮胎全部背在后面。哎，这个背包我可以接受啊，就机器人的这个，因为它就变成车子嘛，对不对？所以身上有轮胎啊这种车辆的零件啊，是非常有意思，而且合格，而且是在肩膀上面露出轮胎啊，这一个的我个人的审美来讲，我是很喜欢的。然后这个手部的话呢，各位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手啊，这里这个地方我刚没注意到，它转到有点偏上了，哦，对不对？这个地方它是可以滑出来的啊。把玩过头的话呢，是从这个地方可能会搓动，会滑出来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拳头也可以转动啊，那可动来讲的话呢，算相当的优秀。膝盖也可以有90度，那这个脚踝的接地啊，这个一看就知道了，这个已经是彻彻底底的90度，非常足够的。鞋尖可以往下放啊。脚后跟的话呢，哎，这个地方脚后跟我忘了翻出来了啊，这个记得把它给翻出来。所以它脚的一个接地性是相当优秀的，各位可以发现它的脚啊，只有这一侧有这个烟囱，所以它这个车子它是单边有烟囱而已。我刚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我发现我去，不会少一根烟囱吧啊？结果发现呢，它真的只有一边有烟囱而已。再来就是它的一个膝盖的护甲，各位别看它膝盖的护甲是往前延伸出去的，它的一个结合的卡扣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造型呢，各位注意一下。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款节日科博文的变形过程啊。首先把手给收进去啊，手的话捏住这个前面，然后推开来，手记得转正啊，转成这个方向，然后收进去。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啊，这样子掐住，往前面，这里，往前，这样推进去。好，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背包这个地方给解开，解开之后整个给推上去啊，然后后面这里还有一块部件，记得把它给推出来。然后头部的话呢，一定要翻转180度。翻转180度之后的话呢，它的后方这个地方，这个形状呢，跟它的头盔啊是有 match 的，所以你必须要做这个动作。再来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裆部这个地方给解开。解开之后的话呢，这里有块红色部件，把它往上面推上来。然后脚的话呢，再往下再打一个90度。啊，我们要把这整个空间给腾出来。腾出来之后的话呢，先把手给往上转90度。那这个转上去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有一个滑轨啊，这个滑轨有时候手位置会去脱落到啊，那一旦脱落到的话呢，就是这里就没办法往上推到底，推不到底也是可以完成变形了啊，只是你有强迫症的话你会受不了。那这里的话呢，啊，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算是卡槽的东西，就是要卡进这个手这边，这样子把它给摁进去啊，到这边，其实这个还蛮容易的啊，就往下转下来，从这边把它给扣上去。OK， 你只要记得这两个箭头啊是要朝你自己这边就 OK 了啊。那这里的话，这两个地方，这个你看，这个就我说的这种滑轨啊，这个是这款玩具的一个算是小硬伤吧啊。那这一块黄色部件记得把它给推出来，我们再把它组合一下好了。这个本来是可以一体变形，变成拔叉变形了，对吧？好，扣上去了啊。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把这个胸口给提起来，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推出来。我应该要早一点先推的啊，这扁到这里就没有那么好打开的样子。好，打开。那这里的话呢，这里有个盖板，把脸给盖上去了。那这两个地方的结合，推开之后，这个部件就可以推过来，变成挡泥板。好的，到这边啊。那我们接着变成它的一个车头，你看它整个车头就是它的腿都在前方。那具体怎么做呢？我们从这腿开始好了，先把这一块部件，黑色部件，从侧边，你看这里有一个结合点在这里，不是结合点，就是有一个轴在这儿，先把它给往侧边推开来，推开，再来推这一片，拉下来之后，有一个部件可以往外面推出来，到这边推出来，然后呢，这里这一块部件，膝盖这个部件，它这里锁扣已经开了嘛，我们就可以把它转到外侧去。那我们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要把这里整个空出来。空出来之后的话呢，脚后跟鞋尖收进去，然后整个给推到内侧去，推到底为止啊，推到底为止。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是把这个大腿收进小腿内侧，收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白色的形状跟裆部翻出来那个部件刚好就形成一个组合的一个样子。再来的话怎么做呢？我们先把这个，这个部件
转过来，然后到这边，这里有个凸，这里有个凹，把它给扣上去，然后这块部件再把它给放到下方来，就到这就行了。另外腿的变形也是一样啊，我们就可以稍微快一点了，先把侧边这块翻开，这一片往下拉一点之后拉到外侧去，然后这整个膝盖这块部件翻到外侧，整个空出来了，小腿啊不脚后跟鞋尖整个推进去，然后呢翻折大腿收进小腿内侧去，收进来之后的话呢，先到这吧啊，我们把这块部件转到前方来，这个部件往上盖，盖上去，最后黑色部件再下来，黑色部件记得吧，我们是第一个打开的，所以它变回来的时候是最后一个合上的，那我们就车头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合并，那这个部分就往前面推进来，就密合到了。再来的话呢，这个脚啊，这个地方有个部件翻下来，看到吗？这里有个凸跟它那个结合在这边，把它给扣上。这块部件再顺势往前推，往前推到这里，还有一个卡扣可以扣上。这里也是一样，这里按下来，这里往前面推，好了，就扣上去了啊。那等于说呢，他的手啊，这里内部的话呢，你一开始没有扣得很好也无所谓，因为最后这几个地方都会把它锁扣扣起来。包括呢，你手这个地方，如果这个滑轨松脱啊，它两侧没有一样高，一样可以完成变形的啊。这种就是经常变形不到位的人呢，知道怎么样强行把它变到位啊。那这里就是肚子这个地方啊，这里两侧原本 OP 的这个腹肌啊，这个把它给翻出来，翻出来啊，翻出来之后再往上面推过来，它这两侧可以把它给补满。那这个挡泥板记得把它压下来，最后就这个烟囱啊，只有单边一个烟囱推过来到这边。我们来看到它的卡车头的一个形态，首先的话呢，它所有的轮胎都能够碰到地面，而且滚动性的话呢非常的好啊，推一下。那 OP 的脸呢是在下方吃土，然后有一点就是轮胎，你看到没有，它这个轮胎是内外两颗轮胎是一起做成一块零件，但滚的时候它是一起滚啊，不会像以前有许多的玩具它可能只有里面这个轮胎是假的，外面这个是真的，甚至真的轮胎只有外侧能动啊，这个我就是有一些官方的玩具可以偷懒成这样，非常的可恶。然后它的前方这些后照镜啊，你看到吗，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大方的把它给做得很大，然后包括这里也是一样，它的这个后照镜啊一共有四个，前面是一个快乐佳节这样子。那这个烟囱只有一边，后方的话领导模块还在正后方啊，我觉得这个造型有点小意思啊，如果你开车啊尾随在它后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前方的车子里头一个领导模块啊，这个叫肯定是 Autobot 的。然后它的车尾刚提过了啊，车尾巴很长，但是细节是真的有做出来的，而不是整个邋里邋遢的一个烂尾啊，包括这里啊非常精细的小刻画，油箱啊油桶啊什么的刻画都是存在的，轮框也是上了银漆啊，然后这里挡风玻璃跟车灯都是绿色啊，这个在大雪纷飞的夜晚绿光应该是比较安全啊。好，那它的一个货柜的状态，你可以看到啊，我把这个大枪放在下方，这是它标准的一个放法了。那它的组合卡扣在这里，我们先讲一下，如果你把这个地方给拆掉不要的话，就是这样子。车子的一个跟货柜的距离有点远，但是如果你扣这个的话呢，就会到前方来。这样一来的话呢，两者之间的间距的话呢，就会相对比较合理，相对比较合理。那它的一个车头啊，完全可以实现90度甚至更多的一个转弯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圣诞老人加博派的派系标志啊，可以说是一款非常有趣的玩具。而且它的大小尺寸的话呢，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啊，这个是标准的 Deluxe 等级，它大概就是两个2.5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大小。那后方的话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把它打开这里啊，给放下来这样子。只是说呢，我们没有那么多小型的一个，可能那这么小型的玩具不多了啊，但是各位知道一下，里面可以载货就可以了，载什么我也不晓得，不然载个小萝莉好了，看小萝莉送到你家，看你敢不敢收吧啊。那言而总之呢，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个人在2022年的最后一个月呢，能够玩到这款玩具，我是蛮意外的啊。本来以为这种改色的家伙呢，都会乱做一通，但是这一款在变形方面非常有意思，
车型各位也看到了，其实很漂亮，配色也没有问题。虽然是联名款，本来也会乱七八糟，但这一款的表现确确实实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印象啊。年底玩到这款相当不赖，推荐给大家。如果行有余力的话呢，这款蛮建议你把它带回去的。那就跟各位讲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